您哪里不舒服？我主要是头晕的厉害，头晕的厉害。一整天吗？就是有时候比较劳累了，或是坐车，昨天不是坐车坐的时间太长了吗？今天就一直头晕，休息一晕晚上也没过来。还没有过来，还在晕。眼睛还是发那个胀的那种感觉。现在眼睛也是不舒服。也是不舒服。所以只要大家想五官的问题，你通通从这里下手会不会好？一定会好。从这里好，然后再把整骨线揉一揉也会好。那你脖子会不会僵硬？有点，有一点。肩膀呢？肩膀要空，也是哈，空的厉害，尤其是在一侧。在哪里？在一侧，就是在好在的。那他跟第一个患者有一点雷同，只是他的描述，他的症状又比刚刚那一位又要严重。你以前也常常晕吗？以前也是比较，比较劳累了，或者是尤其是坐车的时候，感觉特别明显。好，因为昨天坐车时间长，今天就一直是晕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张家口北边张北县。哦，好，好，那我现在帮你做吧。好，现在也是很晕是吗？是。这样痛吗？痛。那我差不多四五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。这疼吗？疼。这里呢？也疼。这里是不是也疼？这里是疼得更厉害。这里疼得更厉害，这里呢？好点。哇，你这个整个都绷紧了。另外一边，我们再转过来。这里疼吗？比那边好。这样呢？疼吗？这疼。疼，好，我试一下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来，你头在里面，转过来。好，头，就整个放进去，自然的放进去。这里疼吗？这里是也疼，这里，这里还好吧？也疼，也疼，这里也疼啊？这里好一点点。我现在在揉他的颈椎，他也疼，因为他肩膀，他说他也疼，所以稍微揉下来，好。
刚刚说眼睛也在发胀嘛，哈、啊，好，好，我已经揉好了，好，那你慢慢起来。感觉好多了，好像眼睛能睁开了，是吧？是啊。没有老师眼睛发成睁，好像没睁开那种感觉，感觉就是特别累。脖子和头也轻松多了。是。哎，那肩膀呢？你那个刚刚。肩膀也感觉好多了。是哈、啊。反正上来还特别又空又疼的，疼那种就发疼的。是。哎，好。谢谢老师。不会。